你是堂堂动画系绩点第一名，毕业半年了，您不出门不找工作，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也不干，你要在家躺到死啊！包里呢。OK， 那就行，走吧。。谁啊？稍等我一下。嗯。过去一下。好。安然。他是谁呀？你要去哪儿？安然，我们俩并不合适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成年人的感情就是这样，我们好聚好散。安然，你是博大校花，你是堂堂动画系绩点第一名。毕业半年了，您不出门不找工作，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什么也不干，你要在家躺到死啊！你爸你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他们很担心你。他们问我，说你不接电话。他们问我你过得好不好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替你瞒着了。我就立马给你爸妈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把你接走。